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说的愿望。可以快一点开了，不垃圾是不是啊？这来的去的给的欠的算一种报答，风吹草低见惆怅，抬头至少还有光，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我要下去了吧，我得和他见面啊。你好啊，老村长。哎，一辉，忙啥呢？干啥去啊？这不是刚从家里过来吗？坐着专车啊。你这拉砖的车呀？行啊，停停停，谢谢啊。哎，咋样？忙啥呢？玉辉，种大米呗。种大米啊？翠花的爸妈说，我要再不会种米，这辈子都别想娶她女儿。你说你天天打扮这么帅，到现在还是个光棍儿，咱村这所有的男青年就你还单身。我这在家写诗呢。写诗呢？我最近开始写了。写诗呢？我想写一个关于这个额尔古纳河的诗。额尔古纳河，我知道你。我听说在这个塔河那边有一姑娘叫什么池子健。哎呀妈呀，对吧？你就你咋还知道呢？你看了人家作品，你就一天就着了迷了。哎，对对，是吧？他爸妈让我学啥样，要不然没机会。就咱村这条件吧，你有点高攀不起。嗯、人家那是文学青年啊、你虽然是咱村最高水平，但是你在咱省里那还是有难度的。我下次争取获奖啊，争取获奖是吧？咱村也看好你，嗯啊，也看好你，种大米呗，种大米。嗯，你这是最近又学什么新歌了？刚学了一个，这毛不易的，毛什么？毛不易的，毛不易。你看你一天吧，你这个，就是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奇怪？你生活在咱们村，但是你说这些话吧，平时一般人都听不懂，都听不懂、啊。这毛不易这是人名吗？对呀，这哪儿的？哪个村的？齐齐哈尔那嘎达。齐齐哈尔的？嗯，你这还认识齐齐哈尔的人了？那可不，文艺青年都有朋友。嗯，哎呀，真是难以想象啊！你这都怎么跟人家联系啊？平时我们都是书信往来。走，嗯，走，咱们这个开春了，要开始插秧了，嗯啊，虽然这个全村人都支持你追求文学事业，但是这活儿也不能少干。咋去呀、啊？这咱们上车去那边了。上车？对，坐拖拉机呀、啊？坐我的车是吧？对，对啊，上我车走。好，那我这大米就这样种呗？这不能这么种啊！这个不是这么重的，你看你一天这个读书读的，嗯，脑子都糊掉了。咱们得去选苗。好，得选苗。喂，走啊！哎呀，到哪儿都带着你这村长这车挺气派呀、啊，必须的，对，嗯。这车平时也不能闲着啊，干活的时候是干活，这个咱们出行也方便一些啊。亲爱的朋友们，车真高呢。对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让咱村人家家都有一台拖拉机。好。要不然现在的这乡亲们干什么事都借我的车。我不要拖拉机，不要拖拉机，我要一张去塔河的车票。你到时候我这车送你过去，气派。好吧，咱初次跟人家姑娘见面得留下一个好印象。好啊，那把村里那值钱的东西都借我，都给你带上。嗯，都给你带上，一会儿去那个小卖部挑点。好，挑点，这个咱不能空手过去啊。对，啊。就你坐我这车过去，我跟你说，这一般的姑娘都扛不住。咱村这车在咱省里都是有名的。你看这什么道，多么的平稳，是不是？视野开阔呀！这速度，这风驰电掣。老先放牛呢？
反正这自从有了车以后啊，就能坐车都不走路啊。别看这比较近，对吧？这也就是个百八十米，那你不觉得坐车过来就很方便啊？对。你这车我是买不起，那你得努力，啊，得努力啊。我听说村长最近在家里也写诗呢。写诗啊，我这水平拿不出手。你这此情此景赋诗一首啊。此情此景啊，哎呀。春暖花开来插秧。我确实写了一首歌，因为咱家就在东北嘛，我给他起个名叫家在东北。家在东北。对，一会儿可以教你们唱一唱。行。啊，是要唱歌是吧？那边是不是静文啊？对，他也是咱村的文艺青年，也不务正业了，也不务正业啊！你看一天把自己打扮的花里胡哨，穿这么帅，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干活的样吗？你看那一身，这也不知道跟谁学穿这么一身，真的帅有什么用？哎呀，老村长。哎呀，穿这么帅，一天穿这么帅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村长正批评你呢，在这练练级的啊，说你长得帅能当饭吃吗？这个确实有时候也饿呀，也饿不够用。嗯，哎，我还看地头煮粥呢，一会儿过去吃点。这你写的歌啊？年轻的来相会呀、啊。啊，这个歌是以前的一个作品了啊啊，以前的一个作品，但是这个村长也是文艺青年、啊，也不太受欢迎，我也不知道为啥、嗯、啊，没到时候呢，没到时候。我相信我这作品以后也会受欢迎的。没到时候呢，你前一阵不写了个什么唱水稻的，叫什么水稻是吧？稻香，稻香，稻香，沿着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啊，稻香，啊，哪就是生产水稻的乡村，稻香，对啊，对啊，生产水稻的乡，咱这乡叫啥乡啊？稻花乡啊，稻花乡啊，是稻花乡。但我有预感，这个稻香有可能以后要统治华语乐坛呢。是吗？我有这，我感觉这歌，咱且看四什么华语？你看你们俩看点书，什么华语？这一天这是话都不会说，什么华语乐坛？哪来的乐坛？啊，没有，对，没有。我们这圈什么坛？我们这个圈，你们这个圈，对，我们脑子都看糊掉了。真的，行，你们唱吧，啊，你们唱。那一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跟大家分享分享。好。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鸟儿声，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零九零的心。敬一杯。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星，地也星，春光更明媚，正是乡村到处存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零九零的心一杯。但愿到那时我们再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流过多少泪，回首多少心中可有愧。啊，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骄阳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心一杯，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心一杯。要不文艺青年呢？看这唱多好啊，唱真好，我就学不会唱真好，我就能写诗、嗯、但我预感那个稻香旋律应该非常优美，是吧？对，那我现在就想写沿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哎呀，嗯，大概这么计划写了。另一首歌我也想到了啊，波浪宽，稻花向两岸、哎、差不多吧，嗯，也很经典的。村长叫我种大米啊，这是走大米，咱们要开始插秧是吗？开始插秧，哎呀，我们先去选苗。好嘞，啊，种大米得插秧啊，不是直接撒大米啊。村长家这棚啊，现在咱们要干嘛来着？村长，我们棚里的这是省里的专家吧？对对对，这是咱从市里请来的专家。专家，这个品种叫做稻花香二号。对，咱现在村里种的都是这品种啊。对对对，稻花香二号。对对，这品种有啥特点啊？
那个把鱼通到四川卖一下，只用三块。有香味儿。目前来讲的话，家喻户晓的品种。家喻户晓的。这棚里就有股香味儿，就有股大米饭的香味儿，对，米香。嗯。啊，来，行，起名，起名。那。我来，行，我来，孙哲。我来。别给起坏了，啊，好嘞，这样一下它就起来了。来了，哎，我等会儿还得准备准备我那冰棍儿。你还有冰棍儿呢？对，我怎么起还有第二你的小生意还做着呢？对，还做着。你不行就来我们家小卖部儿，中间那位置，横着放吧。这也可以合作一下，就这么说着放。我从你那儿进货，可以啊，就买它，可以啊。这就是水稻苗啊，水稻苗，秧苗啊。所以种大米是要插苗的啊，不是直接插大米、啊。可以这么压的、嗯。对。啊，没问题哈。这样吧，这样兜着。啊。来，您来孙总。记上，给他记上。啊，记上。存上。对。第一步给他记死。专家，现在村长也听你的。全村现在都种这品种。嗯。好。然后这个可以不记。一会儿用那个扁的钩啊给他勾上。啊。然后我们给挑走是吧？对，可以先放后边。来，村长交给我来了。来，我跟静文来吧。好嘞。专家给我们讲讲这种人咋育的呀？这是放在哪儿啊？那不是你给我扁担吗？扁担一会儿扁。那挑起都种那个桃花香。五常县都种这？对，这个种的面积很大。嗯。那翠花家应该种的也是这米。嗯。应该是翠花啊，您认识翠花？翠花爸妈啊。我跟胡总说，进来，让胡总过来帮我拿一下东西。进来，让胡总过来。这米就是比掐米吃着更香呗。对，嗯，这些米饭香甜软糯，还不会香。大米饭啊。我跟你切的时候说一下。又来两大块，两大块。哎呀，这样对角，第一个对角给他。好，我来吧。哎。系死扣啊！第一个可以系死，然后这个不用系也行，一会儿用扁的钩给它勾上，好，就挑走了。好嘞，这写诗擅长，插秧还不会呢，就都这么横着起行吧？可以，横着起。那这苗是多长时间育的呀？这个苗大概是四月初。四月初育的。对，四月初育，五月初插秧。一个月大概是30到35天左右。他育的时候不是拿刚才我拿的米啊，不是米啊，是需要用种的。他连着壳，连壳带皮的，连着骨壳一块育。现在接到你的脚底下，脚底下那个看到了吗？啊，这就是。对，用他育出来的，不是用大米。啊，这直接育的，嗯，带着这个壳的骨子，它是用稻种。对，如果是大家平常吃的那种米，那就把那个磨坏了，对，长不出来了。咱们吃的米得需要加工的，需要多少套工序加工？又来一个，村长这都干累了，不说话了。啊，好，走，扁担。哎呀，两副扁担呢。哎呦，直接这样勾是不是也行啊？可以，你直接这么勾不行，勾另一个对角，勾另一个对角，我试试。这样来，好。哎呦呦，小心！大米已经14000单了，没事。那老村长，这个啊，也是勾起来，勾起来。是要把戳破是吧？戳破直接勾的也行吧，掉不了。然后微蹲它也行，直接勾就行，可以戳破。对，然后躺在这。那我来吧，你来吧，金花。哎呀，这透了。对，专家，这带子不行啊。哎呀，没勾上，刚才这。对，这个好，这个直接勾就行了。草本花开来插秧，文艺青年把忙帮。没问题。啊，别说了，身负重担的老村长。走啊，就不用我车了是吧？哎呀，
走过去吧，你俩锻炼锻炼。走过去。此时此刻，我也想创作一首音乐啊！你挑着担，我也挑着担，两个人挑两个担。稍微低了点。四轮这个道标。这首歌够呛能够冲破华语乐坛了，我觉得这首歌也会火，也能火。它比较悠扬，嗯，而且能跟一些古典名著结合起来，我觉得它有这个气质。然后后半句，咱现在走在这样，对，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又是一首经典歌曲。哎，我觉得这两可以融合一下，混搭嘛，啊，咱们是提前透支了华语乐坛20年的精华呀。经典都在这一瞬创作出来了啊，朋友们！而且今天你看天气挺好，我还想创作一首叫《晴天》。哦，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就我还是那句话，虽然我此刻没有听到旋律，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优美的，是吧？首先这个词本身就已经非常唯美了。对，旋律有没有可能是手牵手往那个调走呢？哎，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我现在是这么设计的。又一个经典诞生了，对，诞生了，啊、浪漫的，浪漫吧，让我想起奶酪棒了，奶酪棒啊，宇宙浩瀚、啊，星河浪漫，嗯、啊，浪漫人间携手与你相伴、啊，这个怎么也这么耳熟呢？这句话很有道理，对、嗯，浪漫，哎呀，要不要挺重啊？哎，这个，哎呀，我这文艺青年的肩膀已然无法承受这样的重担。我已经开始猫腰走了，猫腰有点压抑住我的创作灵感了，是吧？对，无法喷涌而出了。是，哎呀，哎，这扁担太长了。哎呀，那边我看到了四个大字啊，啊，东方甄选，这是哪个大队的呀、啊？哎呀，这个感觉好像里边应该有一些人才啊，有人才。对，嗯。我看那下面写的是稻花乡二号水稻种植基地，哎，又来咱村儿，这些人整天来霍霍我们村儿，烦死了。村长每天不干正事儿，而且就可咱那一块地薅啊，真的是薅完了插，插完了薅，每次都是那一群人来，一人插两个，插完就走。是的，这个活都是我们干的。是啊，确实重担不好扛啊。啊，真沉呐，可别搞这些工程了，干啥玩意儿啊？对，我已经开始画圈走路了、啊、你看你就是我觉得好像这样走相对来讲能够把这个力量稍微放松卸一下。哎呀，哎，刚才我还看到一个老乡在牵着牛、啊、对，咱挑着担，哎呀，你挑着担，有没有可能他牵着，我换了一个姿势，牵牛换了一个，这样你胳膊会很困的，我练练力量。哎呀，应该是最近我也买了一些鸡胸肉，嗯哼啊，也买了一些牛腩块。哪个货社里还有这些东西呢？哎，他们那个滚揉技术做的不错，是吧？很细嫩。对，哎呀，号称叫做，有个小伙说的叫号称细嫩的不像是鸡胸肉。哎，我一吃确实不错，最近蛋白质比较充分，所以有这练练力量。哎呀，别说呀，这么抬着更累呀，还是扛起来吧。我这文艺青年的肩膀扛起了时代的重任啊！你说咱写这些歌啥时候能火呀？翠花的爸妈啥时候能答应我呀？村长，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来的。我们要到哪儿去？哎呀，干活啊！对，这市里专家来支持咱们的这个稻花乡二号这个品种是刚培育，可以卸了。哎呀，好嘞，咱们得赶紧把这个苗。哎呀，务农时啊。专家再给我们讲一下，就是你们培育的这个稻花乡二号品种它好，但是怎么鉴别这个品种呢？稻花乡二号它这个品种与其他品种有以下几个这个它特点。嗯，第一就是它是乡稻品种。乡稻、啊、对，它的粒儿是比较长，长宽米在 2.7 左右。嗯，然后它这个影壳上的斑点比较多，然后影壳的这个顶端它口是比较松的。然后第二就是这个稻花香，第二就是稻花香，它这个腐白比较，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萼白粒率比较高，明白？可以在20%以上啊、嗯。然后第三个就是稻花香，它这个我们将这个糙米或者精米放在这个嘴中咀嚼，它是有香味儿，而且它的米饭嗯是香甜软糯、嗯，并且这个剩饭不回声，嗯嗯，太紧了，剩饭不回声，也就是说这个看就能看出来。对对吧？就是在我们育种专家这个眼里，
肉眼辨别就非常的清晰。可以辨别。嗯嗯。要不说是省里专家呢，啥都问呀。昨天省里专家也指导了我们一下啊。昨天跟老村长啊预演了一下。嗯。老村长一人，相当于我和明明二人的效率和产量，一人独、啊、独中六排。你们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读书，嗯啊，不太钻研咱这地理的业务了。我们要坚定的走在文学这条羊肠小道上。但是呢，村里还是支持你们去读书的，是吧？啊，因为这个种地呢，就交给我们就可以了。而且呢，嗯、未来啊，这个种地的效率会越来越高，也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手了。哎，我听专家说，今天好像还有一个什么新设备投入使用呢。还有个新设备啊。那在这个新设备投入之前，咱们还是得上人力啊。你们赶紧换衣服吧。行，我们俩也得种了啊。你俩这一春天都没怎么劳动了。没问题。天天就写诗、写文章、写歌、写信。村长，我们这会有出息的，也写不出个啥结果，会有出息的。对啊，嗯，再过个三四十年吧，你就天天写那些小作文，哪有那么多人喜欢看小作文？会有、啊、天天发表你那些观点，人都吃饭，吃饭是最重要的，谁天天听你那些观点？以后会有人听我小作文的，啊、会有人听你那小作文，拿啥听？你这小作文，对吧？嗯、你要不跟翠花搞好关系，咱村广播站你都上不去。翠花、广播一次，你就跟过年似的，哪有人听啊？嗯、就是，大家在插秧的时候听你那小作文。翠花他爸妈都说了啊，说我今年只要插秧这个得了队里第一名，生产队第一名，就让他跟我相亲。这相亲？嗯，那你不还惦记人家那这迟子建那女作家吗？那这不联系不上吗？人家这个文学水平也比你高。嗯啊，人家那个他们那个城市，经济发展的也比咱们这个村好，是吧？啊。还是先努力干活吧，咱得加油啊！那你加油啊！村长带领我们致富啊！致富，刚才我不说了吧？你和静文，包括明明，你们好好干。还说到明明，你看明明，也不务正业，天天出去跑买卖，嗯、对吧？从南方倒卖了一种什么玩意儿，叫什么洗衣粉？嗯啊，还要当什么洗衣粉的代理？嗯，哪来的什么洗衣粉啊？洗衣用什么粉吗？洗衣能用面粉吗？我们家的货舍里都有呢。洗衣服用肥皂，嗯，对吧？洗的又干净又实惠。整什么洗衣粉，还说什么自己以后就叫什么时代理了？是啊，老村长啊，他疯了，他都开始现在劝了我说：“你别卖冰棍了，跟我一起干吧。”我觉得还是我的冰棍比较有发展。你那冰棍多有发展呢？对呀、啊，还能练习我的声音。当然了，你那冰棍太有发展了，把你的优势也用上了，用上了，对吧？咱大家在这地里一干活，谁不来根冰棍？他卖那什么破洗衣粉，谁买？没错啊，这就洗了多少次，得多频繁，在这儿、嗯。对。这个秧苗拿过去了，插哪块地啊？插哪块地啊？我给你们找一块啊。嗯，这块啊，来啊，一人一块呗。一人一块地，以你们这个体力、哎，你们这身板，这一块地你们得干到明年春天。嗯、可以，这一袋，这块是吧？种满这一，是这块还是这块？哪块？就这块对吧？行了，走啊，咱们这个开始吧。还是得恭喜啊、哎！你们年轻人都争强好胜的，已经累了啊，争强好胜的。哎呀，那咱们今天也就比试比试啊，比试比试。宇辉，你先选个位置吧，我就这块了。咱们三个人一起往那边走是吧？好，谁安排？三个人一起往那边走。你是村长，谁安排、啊？昨天一样嘛，对吧？那你就在中间吧。好，啊、行。宇辉在中间，静文你在那个、嗯。行，那我就上这个赛道了啊！你上那个赛道，我在这个边、哎、啊，我在这边。然后呢？咱们一起就这么插，宇辉、嗯、啊，静文这么插啊、哎，好嘞。然后往那边走，我们就把这块地插完，好吧？顺这个走可以。好，顺这个走可以也行啊。啊，对，就这样，啪啪啪啪啪啪，就这样往前走啊。好，好嘞。他应该是要一村长，我听说插秧是退着插呀。啊，是退着插。我听说插秧是退着插呢。是退着插，嗯、没事儿啊。咱们就这么退，然后往左边移动就行了。这也是咱省里来的。对。面朝专家呀，啊、去往那边移动。嗯，我就退着插呗。嗯、啊，好，靠着那边。靠那边往后插。你看看宇辉穿这衣服哈，就是年轻人就觉得这衣服时尚，好时尚。我这确实挺好，最近流行的东西，挺方便干活倒是。嗯嗯，附近小伙都穿着。嗯。哎呀，专家教我们怎么插呗。先把这一朵一朵的先，可以。你，嗯，你不中间吗？
你不插我那儿去了？对呀、啊，一次拔几个苗啊？一次几颗就行，几个都行，没数啊，就这三趟，就这么宽，行，这么远，五颗左右，对，五六颗，嗯，五六颗，行，会了，看会了，试试吧，行，那你插那边啊，好，我插这边了，行行行，哎呀。嗯，水位是并的，太小窝，太小窝就插不着苗了啊！不能插脚窝里。哇，可以了啊！哇，可以了啊！我先让你五分钟，你就带着它就行，是不是？嗯。村长今天是要跟我竞赛呀、啊！村长，我听说人都给稻田养鱼呢，咱这稻里能养鱼吗？咱这气候太冷了，不比南方啊。嗯嗯，这冬天就都冻冰了。哎，我也不行，不打。哎，没事了。好，我得跟他有个界限啊，要不然就混了。没法统计了。好、哦，孙哲开始跟我划清界限了。近了，哎，对，远点，这么点，还是太近了，是吧？对，就宽点，大方向不能太近了。好，近了趴窝。进了趴窝了，对，结束的时候趴窝啊，对，趴窝不成，好，我这不是心想着糟蹋地吗？再宽点，好。好了啊，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们就是一直插秧、啊嗯，我们一直插秧。大家可以拍下一号链接，今天立减上来。这怎么还开始拍什么链接了？嗯、穿越回来了啊！好，咔嚓一下回到现代。啊？穿越回来了，宇辉，咱穿越回来了。好、嗯，感觉还挺不错啊，还是得劳动啊，村长。得劳动啊，是啊。昨天我们在预告的时候就跟各位朋友讲了，这个现在很多城市的朋友已经非常难得有这样的体验了。而事实上呢，在五常啊，在东方甄选的稻花香二号的基地啊，以及在五常这么广阔啊，包括整个东北地区，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的作业。但我们这次插秧呢，实际上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原生态的情景。大家也不要误会啊，一个你买到的大米已经实现了全流程的机械化，包括刚才我们专家给大家讲到的这个育种这个环节也都是高科技的结晶啊，包括五六袋二号呢也是不断的进行培育和探索啊才提炼出来的这么一个啊纯度很高的优良的品种。刚才我们走过的这个环节是拿了这个秧苗啊，那么这个秧苗五常这边的稻花香二号啊，所有的农户用的这些秧苗呢，都是来自于政府背书的育种公司啊，它的纯度呢非常的高，因为大家知道水稻呢它是一片一片的生长啊，这里边呢可能有一些不纯的品种，如果说你用自己的稻子结的这个品种再去不断的繁育啊，它的纯度会越来越低。那稻花香二号是经过培育出来的一款非常优秀的品种，所以为了保持它这个产品连续的稳定性啊，这个就是小惊喜啊，这个可惜没有完全栽进去，栽进去就更惊喜了啊。为了保持这个深陷泥潭啊，哎呀，在我说的过程中，我发现我已经落后了。我说怎么宇辉一声不吭啊？包括静文也在偷偷的发力啊，没有关系。对，我们知道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就这一块，这一块大概能有
能有个半亩地啊，300平米吧。啊，所以说呢要做耐力型选手，这才是刚刚开始。今天为了翠花我要拼了。对，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要努力的学会插秧农业技能。刚才说到哪儿啊？啊，说到这个从种子开始啊，就是一个高科技的结晶。包括明明刚才在我们的这个磨米的工厂，在米厂，我相信这些大型的设备啊，也让大家看了以后感受到非常的震撼啊。所以再我再说一下，今天我们帮我递点苗呗，插秧的过程啊，就是一个原生态的还原啊，大家不要误会啊，不要想，哎呦我天哪，那东方甄选卖了这么多的五常大米，这得多少人手去劳动？其实已经需要比较少的人工，更多的是各个环节的流程和科技。差一点了。你往村长身边走。大家看了村长喜欢泥土味道。现在的情景就知道什么叫做深陷泥潭不能自拔，越陷越深。这就是难以自拔了。村长，我跟静文准备以后去大城市发展。去大城市发展是吧？嗯，去北京。大城市发展你们得有本事啊。你去北京干啥？你在北京又没有土地，你去北京干什么？你去北京上哪插秧？我们去北京写诗唱歌。对，去后海，听说那块儿北京还有海呢。对，它有水。北京怎么没有海？啊、你看书看啥了？北京是首都，能没有海吗？啊、首都啥没有？行，还是老村长有文化，有人海是吧？确实，还汹涌呢。嗯，对。你们就是努力干活啊。对吧？我不跟你们说了吗？像我这样都买得起车了的时候，到时候这个开着自己的拖拉机去北京，多么的风光！干活就是挣钱，挣钱买拖拉机，买拖拉机再干活，干活再挣钱，挣钱再买拖拉机呗。对，啊，我们俩要搞文学了。你们好好努力啊！去北京可以，北京啥都有。但是把这个本事练好啊！你有本事插秧插到北京去。北京人也不种水稻啊。嗯，这倒是。但这个农业技能是相通的啊。农业技能。这个苗啊，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些苗的时候，发现呢，比我们想象的都要小一些。啊，我相信镜头前的朋友。应该也发现这个苗比较的小啊，是吧？这个很多朋友可能认为水稻插这个秧苗像小葱一样大啊，得有十几二十公分，实际上呢只有这个十公分啊，不到十公分，而且特别的细啊，特别的细。但是呢你别看它这么的瘦小啊，却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你就把它往这个水里这么一扔啊，我们的农业专家说过两三天它自己的根就会往下扎，然后呢就会立起来啊。当然我还是给它插一下。村长，我前两天看书还看到了一个关于水稻的知识啊，你说，水稻驯化了，已经快一万年了啊，好几千年前人就吃水稻呢。咱东北的水稻是从唐朝就开始的，啊，是吗？那时候这叫渤海国，渤海国，牡丹江呗。村长，你知道牡丹江呗？牡丹江当然知道了。去过牡丹江吗？我到时候开我这拖拉机带你们去。牡丹江就是渤海国的首都，感受感受。那时候就种水稻了。咱们这边能种水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边下雨多。啊，下雨多的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东边不远处就是太平洋。东北黑土地，嗯，平原。在过去呢，东北平原全是原始森林。宇辉刚才说的是对的啊。这个咱们这个来回穿越确实不是太好奖品。在这个《人类简史》这个书里边啊，以色列作家写的就非常的清楚。当然他也说了啊，他的观点非常的新颖啊，所以这本书也非常的受欢迎。村长咋还有时间去简史呢？村长这挺忙啊，这咱这地不用施肥。咱们这地不用施肥啊，嗯，但是咱们这个东北黑土地劲儿特别大，都没人捡牛粪，啊，你还捡，还捡屎，这么长啊！老村长也不熟练呐，啊。跟哪个小伙子？那个，不
不是，他只差三排，我这差了多少啊？你看看，你那差的太乱了，村长，你这技能不行啊！我这是走量啊，我这，你这个牌得整齐，将来长高了之间通风晒太阳呢。我这非常整齐啊。你一通风，那个光度不够。我这不够吗？你那明显不够，村长。啊，对，这有的不够，我你这净调整一下，净开始拖拉机四处玩了，调整一下，这个够了。对。不能再太密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技术指标，就是南北间距20公分，东西间距30公分，啊，这就是哇，反复研究出来的比较合适的这个间距。我这还行吧，师傅？我这个现在间距密了，密了，你看宽点。我得跟宇辉的这个保持点距离，要不然这个还行是吧？混成一片了，啊，劳动成果被窃取，你没法统计了，这。村长，我就是三行，好的，这样，这样，然后这个度呢？对，这是30，这是20。哎，村长，咱村那个青年人诗歌大赛还办不办呢？肯定得办啊！啊，我准备带着我的这个作品《稻香》去参赛了。啊，有绳子。这比赛，而且啊，咱村这个市场经济搞得非常好。嗯。为了促进你们这个写诗歌啊，嗯，我这个村长呢还帮你们拉赞助，还有赞助呢，还有赞助，讲啥玩意儿？那么刚才说讲洗衣粉啊，洗衣粉，刚才说实名这个从外边整来了一些号称能洗干净衣服的这个粉末，嗯，也长得跟面粉似的，他非得说这叫什么洗衣粉，嗯，啊，还要当代理啊，他提出来，这个谁得了名次都送他的洗衣粉，我不要洗衣粉。我要去塔河的车票，塔河车票可以啊，嗯，我到时候把车借给你，你开着我的车去，嗯，你可以再回这头来，好，这头再攒，哎，我这再攒呀，啊，专家再挺好，哎，我这文艺青年还是有务农的技能的，下次就好了，下次就好了，下次就好了，你要是要非常委婉，要不补后面这句就更好了。就我说这有点密了吧？是，所以到一开始路走的有点窄了，啊，嗯，到这块开始。我这三行唯一的失误就是开头这一块有点绕了，我还给正好。这个这都是到位，这小伙屁股给我坐的。哇，呼，哎，这越往里走，这泥越深啊！我发现。我这个总量是相当的可观啊，你，yeah. 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我栽了几排，啊，一二三四五六排，中间部分稍微有点凌乱啊，这也不是我正常水平，腻了，这边就调整的比较好，对，哎呀，一行已经唱完了。不要，这也是省里的技术员啊！啊，不要，不要，确定不要。我这文艺青年要接受自然的考验。静文，你这能写个歌吗？针对此情此景，即兴创作一首。啊，想要哪种曲风啊？最近涉猎比较广泛。最近流行啥呀？他们说队里的姑娘都喜欢听你唱歌，啊，最近比较喜欢蓝调方向的。蓝调就是那种山路十八弯的，蓝调哪有蓝调？就是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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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种。那你唱个调呗，蓝的。我来找找灵感。好。是书里写的布鲁斯吗？对 ，blues， 对。哎呀，累了，太累了。哦，我突然想到了一首啊，比较有国际史诗般氛围感音乐的歌曲，还国际史诗，啊。嘿嘿嘿嘿嘿嘿哟，啊。走的是阳关道，走的是芙蓉园，都长着春满家园。
你这跟隔壁屯那晚会一样啊，好像还是有点偏质朴是吧？你这还是隔壁屯的曲风吗？布鲁斯不是这玩意儿吧？布鲁斯是什么感觉呢？嗯，转音要多，要很暗，对，很多丝滑。嗨嗨嗨哟！咱这祖祖辈辈都住这个屯儿，我觉得咱可以写一个，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啊，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儿、这个。这个可以有啊，啊，用布鲁斯唱一个。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羊羊，哎呀，这个发音很有异域风情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嗯，这里有水有树林儿，嗯，老少爷们儿都来插秧，看谁插的秧更直。挺好，这个有点像布鲁斯了，有点这感觉，有点像了，跟隔壁屯不像，就是像布鲁斯了。屯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还有呢，哎呀，呀呀呀呀，哎呀，我得稍微调整一下、啊。你实在不行就往村长那边倒啊，村长这苗插的一会儿估计还得重来一遍。我得稍微把这个袋往上搂。村长现在已经成为了全村进步的负担了，绊脚石啊！明天这个苗就开始成熟了，哎呀，就开始扎根了。对，村长讲这个成语叫拔苗助长。嗯，我就是那块没插好。嗯，你跟我能比一比呗，我能插的好。这个总量确实非常的大，静儿这也只插了三排。对，你看我这有的插了五六排，有的插了七八排，插了这么一大片。静儿，你那冰棍生意还做着没啊？等会儿我就开始了，有副业、哎、今天还有冰棍呢。对，你现在那冰棍挣钱不？怎么说呢，这个主要是看这个各个渠道吧。嗯，这个老村长这块平时帮不少，也给照顾了一下。老村长，对，今晚去推一车过来啊。行，搞两冰棍过来。哎呀，老村长直接买一车啊，你那钱攒着，以后找对象就够了。现在攒不少了，哎，攒不少了。对，哎呀，此刻也想到一首诗歌啊。嗯，我站在稻田边，嗯，看风景，嗯，插秧人在稻田中，看我呀。哎呀。我们装饰老村长的秧苗，老村长也装饰了咱们的梦啊！老村长点缀了我们的青春呢、啊。是啊，拖拉机都借我。哎呀，对，过两天就去塔河找迟子健。嗯，哎呀，迟子健老师，嗯，传说中你读过他的，你读过他的书啊？我读过呀。嗯，而且我还在啥迟子健老师？就是二十岁出头的一姑娘，对，咋还成老师了？那那个文字是很唯美啊。嗯，写了一些小短篇，就是专门俘获你们这些文学青年的心，那、很受动。我记得有一句话，一上来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哎呀哎呀，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看老了。就那，这一下我就，这就是你们年轻人的故作深沉。二十多岁天天老啊，雨啊，雪呀、啊，情啊，爱啊，世界呀、啊，村长就不务实，他不对，他不，赶紧去把冰棍推过来，我先整冰棍去了啊。好，对。你这有啥新口味的冰棍啊？等会儿你看看吧，挺全的啊。村长，你继续干啊，你别停啊。有那个水，三水。全村人都指着你致富呢。哎呀，这我引进了很多农业工具哈，一会儿也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些后进青年全指望你呢。嗯，确实。嗯、啊，你这光写文章，吃不饱饭。吃不饱饭。嗯。多少单了？村里还有多少人单着啊？就剩我跟静文，就两个人单着呢，两单吧。两个单着啊。嗯。一万九啊！啊，还有一万九千个单身男青年呢。你这是把整个乡镇都算上了呀？村长，我马上会二次投入战斗的。我这看看这成果啊啊！
咱这完了也先搞一个插秧大赛，让乡亲们看一下我们三个谁插的更好。确实可以。村长这昨晚没休息好呀，村长。啊，冰棍儿呢？冰棍儿在动了。啊，明白。啊，他骑不上来吧？这坡太大了，推上来。啊，推上来。然后我们听他坐着等冰棍儿吃。对，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啊！你看，这就是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啊！深陷泥潭。16.5万朋友，这么多朋友在线啊！讲一下大米。刚才省里的专家说了，稻花香二号是新品种，特别适合五常耕种，而且呢，这个大米的特点就是香啊。嗯，一碗大米饭，浑旺酒肉香，都不用菜啊！哎呀，静文这张大长腿就适合蹬三八大盖儿。也没人，就咱三个，你喊有啥用啊？长那么长的腿，天生就是蹬自行车的。三轮也可以啊。好，可以听到了啊。咱这个也是最近更新了一下话术啊。冰棍儿，这蹬的真费劲的，就是基本上是。啊，买冰棍儿，确实费劲的，不能有敏感词啊。买个冰，带个棍儿，不能说送棍儿，带个棍儿。买个冰送棍儿，没错，带棍儿，一口一咬一口大牙印儿。吃这冰棍儿，说这得劲儿，就是这个味儿啊。哎呀，吆喝起来，这就即兴赋诗一首啊，来了。哎，我再想一下，我怎么下呢？这是个问题吧。我给你扶着，你们家这自行车，对我得给他，不看不中用啊。我给他怼上来，哎呀，哎呀，时代里来了，你快点，你这买卖要来了，时代里来了，有钱的人来了，哎，赶快吃，是这样的啊，咱这冰棍你看看啊，哎呀妈，各种风味的，各种形态的，咱好哪一口呢？有带点奶油口味的，还有这个东北老乡，老乡的，你要吗？老村长，你看你来哪个？我这还有挑一个绿豆冰棍，哎，我吃个绿豆的，嗯，红旗绿豆，我喜欢这个，对。虽然咱们平时呢，想到了我们以后在北京奋斗的日子。对，虽然咱平时也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啊，但是呢，咱这小本买卖，该给钱还是得给的，好吧？村长，嗯，我们今天给队里插秧冰棍，你请呗。这多少钱？我平时都是卖99.8，然后有时候赶活动减20。对，但是现在今天就1.5毛一根，怎么样？一毛。对，既然都到这儿了，一毛好不好？别是一毛不拔。1毛3根，一包，好吧，不带这么砍价，老村长，来1毛3根啊，一包三根，行吧，行，太小了啊，行，平常99.8，今天1毛3根，嗯，行，热闹热闹，可以，嗯，1毛3根啊，但是呢，如果没有钱，咱们也可以用9瓶换，鸡蛋换都行，嗯，老村长最近不是开始也弄了一些高低脂鸡蛋，我听说，啊，是吧？村长又开始办养鸡场了，对。上次我看了村长在这介绍的，嗯，北京有个公司特别不靠谱，叫什么东方甄选，嗯，啊，要把一些货卖到咱们村，我正在跟他们谈，把米卖到咱村啊，嗯，从这儿，你咋不把山背到石头里，把石头背山里去呢？他从这儿插完了秧，收完了米，再卖回来，啊，对，这公司自称是做什么优秀农产品的啊，要把一系列农产品都卖往咱们村卖，啊。我听说了，听说了，嗯，北京的公司呀，北京的，大妹你，我能去北京吗？石老板，啥没人呢？今天啊，刚才我卖给他们是99.8/3根，嗯，99.8/3根。今天既然你来了啊，不多要，9.8/3根，行不行？那咱这老关系，抹个零，或者你拿洗衣粉换一下，也可以，没问题啊，以物换物，9.8抹个零你都买贵了，
我能抹两个零。刚才九分吧。刚才老孙长一包三根。嗯嗯。我们都是两眼一抹黑。长期在外边上班嘞。啊。回来了也不知道咱香啥价格。是。你这自从卖了洗衣粉以后也大手大脚了开始。也忘了本了。对。嗯。他买那 polo 衫我看挺潮的。对，让我先去我衣服一晃就来了。嗯。好。换衣服。赶快劳动吧。好嘞。嗯。确实是大城市回来感觉不一样啊。天天搞什么洗衣粉。啊、不能理解。好好的地不种，农民不当、嗯、要当什么代理。村长，我看这世道要变呢。嗯。是要变，我们俩这文艺青年的梦想应该可以实现的，有机会，我觉得先把祖国走遍，看看世界。哎，世界不用看，和咱村一样，都种水稻，哎，都是种地，一样一样。全世界都种水稻吗？不种水稻吃啥呀？我看那书里说的不一样啊，日子过得好的，才能吃上水稻。嗯，日子过得不好的，大米吃不上了。玉米饼子，贴玉米饼子呢。嗯嗯。英国女王60岁大寿，贴了俩玉米饼子，炖了个土鸡。那玉米也是从这儿汉田走的，是吧？咱村选的。嗯，咱村选的，咱村的铁锅，咱村的大鹅，运到英国，给他过生日去。不过如此嘛。嗯。所以不用瞎折腾啊，好好种地。嗯。行吧。老村长，钱能结一下？你那个，你先去吆喝吆喝，好吧？我让他们多买点，你再吆喝两圈。你确定是吧？对，你把你刚才那个再喊一喊。我觉得你这套广告词想的不错啊。我一般不赊账啊，老村长。啊，没问题。嗯，你一会儿就把这钱都赚回来了。行啊，那行。你实在不行，去他鸡场里抓几只鸡走。咱们把那拖拉机给开走。哎，剩下钱咱贴玉米饼，过生日吃了啊。再来一根。嗯嗯，行，老村长，你这次得加钱了，你又来一根。行，我这第二根，正好三根，你也第二根，第二根，嗯、行吧，那根算我送你们的啊，你们先吃着，啊、我再去吆喝吆喝啊，好吧，啊，一会儿过来我们再吃啊，好嘞，嗯，走起，冰棍儿，卖冰棍儿了，跟着他走啊，卖冰棍儿，嗯，也可以拿自己的各种有价值的产品换一换了啊，比如说拿咱们的小酒瓶啊。拿咱们的这个鸡蛋呢都行啊，拍卖冰棍儿啊，可以可以，哎，我看那是刘队啊，还真的，哎呀，我看到了一位魁梧的男子啊，我看静文这个冰棍生意要越做越大，来点冰棍不？冰棍有啥生意？冰棍，哎呀，咱这块儿他把这个冰棍儿。平时刚才卖他们卖到90多块钱，其他的乡镇到咱这儿留队，卖出中国，卖到美国，1块一根，咱村里1毛钱3根，真的吗？3毛钱1根，咱这有几个口味啊？有这个绿豆的，啊、有，要不说冰棍生意能挣钱的，点一下，整稳点，先下机器走，咱这有绿豆的，还有这个就是冰冰凉凉的，让石老板箱冰棍继续在这儿躺，还有这个，我们呢用省里这个新设备。这个也挺辛苦的，你觉得我的建议怎么样？这回算我请的了，好，行不行？没问题啊。他肯定怀念泥土的味道，这个冰棍、啊、而我们要乘上科技的，在过去这个时代，5分1毛是吧？专家来吧，今天送来的啊，都是满满的童年的回忆啊，朋友们，先放这儿。还有这个以物换物，这棍儿不能扔啊，拿两个雪碧瓶，写诗的时候还可以搓一搓，拿个啤酒瓶换一个冰棍，这个咋用啊？这个吆喝声啊，我也是，哎呀，看了很多来了视频。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羊，屯子不咋大呀，就算有树树林儿。红旗招展。春光明媚，全村男女老少来啥样？省里专家帮忙帮，啊，就这样放上就行了。
等等，哎呦，哎，等一下，这边停，然后跨上车，骑下来，再卖一圈。那车有刹车没有？没有刹车，所以就这一次机会，快！喊呐，腿上。对，朋友们，这纯靠双腿呀、啊，这叫脚刹呀，朋友。冰棍要掉了，冰棍要掉了，这是在掉之前冰棍啊！你这在掉之前让我跟村长再吃一根吧。冰棍，再不买呀就刹不住车走了啊！卖冰棍，长得大长腿了，正好用来蹬自行车。这刹车才必有用啊，纯靠双腿。给我的手机，不好下。哎呦，好嘞，没事。哎，差不多。对，得掉头了啊！好嘞，掉头了，朋友。这个车我也不知道怎么选的，真是天生长腿必有用，正好用来卖冰棍儿，是个装饰。然后呢，里边这个轮胎瘪了，铃好使啊，铃是好使的，铃好使。对，有一个地方响就行。我的老家。就是在这个屯儿，哎呀，李辉同志你好啊！我觉得你刚创作的这首歌呢，会火遍大江南北。进吉言了，我们就拿着这首歌上北京，没问题。嗯，靠这一首歌曲闯荡北京，是吧？打出一片天地，可以，没问题。今天这个冰棍儿啊，这个去北京，我们拿着这首歌想上春晚，找倪萍。倪萍老师，嗯，你见过倪萍老师？我见过，我跟他还来通信着呢。哎呀，不知道吧？我这有很多认识朋友，你让我再吃你俩冰棍，我都介绍给你认识。我连车都给你，是吧？对，再吃个冰棍，再吃个冰棍。哎呀，绿豆的，绿豆的，我还是喜欢绿豆啊。村长，咱村新买的机器啊，啊啊，给你们演示一下啊，就自动化了。这个屁，明白，会这个屁股，好，好，你看这么贴着左边走是吧？你就直走就行，啊，直走，好好好，别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苗已经自动插上了啊，啊，走直还是得机器啊，对，生产效率真高啊。是不是老金这插秧才得走包袱，全村人致富，是啊，最后还要把拖拉机借给咱俩上北京，看着村上的背影，这就是新时尚啊！艺术来自于生活，走 T 台原来来自于插秧，种稻，这就是转圈吗？哎，河堤脚下土，太有才华了！谁知大米饭，村长最辛苦。我刚才想讲一个奖品二粒，奖品二粒数，奖品二粒数。给大家数一下吧，小品，这不是开玩笑啊，就是模特走秀，就是来自于稻田插秧，带上一袋橘子，啊，就更有韵味了。那就得去车站了，把他送走了，这拖拉机他也要不了了。这一下一跨一排过去，嗯，这基本上啊，就是直接右转对吧？就送完了，右转转过去啊。刚才昨天我还问了一下他，说只有这种相对更平坦的地势比较适合用这个机器。有的可能就手长了。我们家刚才也跟各位朋友说了、啊，那有点现在的五常呢，基本上全面实现了。我们家今年全种机械化，全部贴饼，从育种出口到英国播种，到监管，到收割，不来点水田，到磨米、储存、包装，全流程都是现代农业科技的结晶。我家还有，所以大家才会发现。东方甄选自营的五常大花香二号这个米啊，品质我一直以为如此的好，我一直以为是。那么用科技的结果呢，就是既提升了效果，又降低了品质。幕后的那科技应用的越多呢，就会导致成本下降的越快啊，这样呢我们就能买到物美价廉的优秀的农产品啊。右转是吧？老师长，这是什么？啊，老村长，老村长明显对这个新设备不熟悉啊。是这样的，还是得专家啊、哦！现在右转是吧？和是吧？专家昨天也给了我一个小建议，就是在掉头的时候要把那个往下移，要不然那个苗相当于在转的时候也往下。昨天我们在插的时候就没有在转的时候把那个停一下，好，那就相当于是会拉出来。
哎，哎呀，走直了啊！这连吞这发炸弹呀、啊！这个这行吗？这米啊，咱村现在这米都是新磨的，他们是说叫做鲜米现磨，现在都是连谷子存，都是新米存谷。咱俩就把这吃完呗，能吗？咋不能啊？我家货车里有，你要啥我都给你拿。我还给你介绍一瓶呢。嗯、好，好嘞，那我很期待。是吧？可以吧？吃你俩冰棍儿。你们来吧。啊，你们来学学新设备啊。好，村长，天天光顾着写文章。好，你先战斗一圈吧。学点本事。啊，好好。村长辛苦了啊。还吃冰棍儿？你这卖了几根，自己吃了多少根？你这来回在坡上吆喝呀！哎呀，我要介绍他认识倪萍了。我俩在拍一些，我们俩要去北京上节目了。人倪萍天天主持春晚，有时间搭理你俩。我跟倪萍写近呢。那全国有多少青年才俊都喜欢倪萍，弄得上你俩？那我哪有时间接见你俩？我们俩有联系的。村长，你不知道，我信于辉，这事我信啊。我弟，弟，你说话能听着吗？没事，可以。然后再给他转向吧，好吗？反，明明你赶紧的。老板在加速。老村长表情凝重。啊，老村长这是不是有些疲惫了呀？不是，我还没学会这机器怎么转弯啊。我会。老村长，我都看会了。你左边。嗯。啊，我其实会，我能搞定啊！你看啊，哎，都离远点。哎呀，离远点了。我的老家，哎哎，就住在这个屯。那不如此刻在这儿，我们就来这一首。可以啊，让我去拿一下我的啊第三级的设备，练一下，练的差不多了，就咱去北京、哎，没问题啊。我给你找倪萍，还拍呢吗？我们去上节目了啊，上苗啊，对对对。苗没了，土生土长的杨宁，门子巴扎大呀。遇到。没事。我这麦现在慢了。这是你创作的呗？一些比较拙劣，比较拙劣，还不是很成熟、哦。但是呢，这个就是这个吧？嗯，对，我还创作了一个。哎呦，你创作你可以先方言版，脱离一下啊。对，还有一个这个样子，不用这塑料了。OD。欧弟老嘎，哎，就住在泽个屯。是的，而且不知为何，你刚才一上这个，我有种感觉。欧西泽个屯里，你慢点，对，现在好像这一幕曾经长、啊、时间不是发生过了，好像在，好像在某一个梦境中曾经见怪。对，看似是有厨房的一个空间中，好像哼哼过这么几句一些，是吧？对。那个拿来。啊，是加不上的。好，有点酥，有点酥，不行了。这个手脏能实在不行就这样吧，没关系是吧？来、啊，这已经脏了。好了，好了，可以，行。嗯，对。嗯，对了，我看一下。嗯。就住在这个屯啊。那看看咱们这一首歌曲，拉火。对。一个戏关的，离的，看我了，看谁呢？腿是，师傅腿上去，来，你上去，上去，上去，都离远点。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儿，欧西这个屯儿，土生土长的羊。好，啊，然后这个田间作业对吧？啊，是固定的这个。还往上抬点是吧？
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这个哏儿字，觉得这个创作者、用的很好，点睛之笔，用到了相当于一个小小的方言，结合到东北文化之中。对，要么说你这种还是文艺青年会来事儿的，过奖了。而且我还加了个儿化音，特别的哏儿哏儿。朋友们若是有兴趣呀、我领你认识认识，认识认识我们村里的人。哎，老村长，对，哎，老村长，那我们再吃个这个版本的。好，来，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你看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树有树林。天干木老生也没跟过军，很多很多的事呀，这可惜特别的根。朋友们若是兴趣呀，我领你养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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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满头的烟。我还是在向你学习中啊，你这个创作现在已经非常的娴熟了，还可以，而且好像这个旋律穿梭在各种语言之中不违和，也很自然，是吧？我们村里的羊啊，这个感觉，我们村里的羊，这个此时此刻的画面特别美好，村长在插秧，哎，我们在歌唱，你给他加油啊，希望飘荡在田野上啊。在希望的田野上，哎，是的，这个老村长一人呢，村长对这设备不是特别熟悉啊，你这是插秧的都离地了都。村长让我来，哎，这个高点，这高点就可以摇了。对，来吧，往这一抬就行了，抬这个，现在插秧、对对对，哎呀，来，走走走，好好好好，走直线、忘点那个插秧了，停，现在对，没插上，没插上，再倒回来啊，好，倒啊，好，哎，不用抬嘛，不用抬那么高吧，他自己抬起来的啊，他自己抬起来的，他在靠推的时候，他会自己抬起来。别看林子不咋大呀，这外边等一下，等一下，是要这样是吧？不，就是这个。你这路上行走，田间作业吧，应该是啊，对，走。哎，这路上行走，走！哎呀，怎么了？这个道走的啊，这天天走的啊。这手力活，好，踩脚踩，别踩到苗，踩中间，走踢台步，对，特别帅啊，就这样。欧的啦欧嘎，就住在这个屯呢，可惜这个屯里头生土长的羊。来，然后捏到右边转啊。这个屯子巴咋大呀？捏，树林。哎，不对。不能抬，还得稳住，左一点，它这个和地重叠了。好嘞，啊，哇，插得很均匀啊！往左，捏左闸，倒推，倒回来没事。对，往上，没事，我拐了。好，差不多了。再倒一点，没事。好，撞车了啊！你两个，
啊，我就捏一下嘛，拐一下弯。哎呦我天哪，狭路相逢啊，很均匀吧？别撞了，别撞了啊！别撞，别撞，别撞。好，这下要拐了吧？再停一下。哎，哎好。哎呀，倒退，倒退，赶紧倒退。中间，哇、哦哎，咋回事？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咱往这边转一点点。啊。这样这样这样，别转了，别倒了，别倒了。对，前进，前进，坐。哎，小心，小心，小心，先停下，先停下。好了。可以。我栽的还算整齐吧？稍微有点弧度。好，可以了。这会看着这个 啊，上去吧，咱们。嗯。欧迪拉欧嘎，爱居住在这个平原。能走了啊！往左拐点，往左，往左拐点。好。好哎，高嘞！巴扎大呀，树林，啊？这不用了，这不种完了吗？好、啊啊。哎呀，村长这种的。有机器的加持还是快，稍微种歪了一点点。有山有水有树林，没问题，就照着走。树林没发生过，许多许多的生活。我这也没有秧了。欧嘎，爱居住在这个屯儿。哦，是这个屯儿。哎呀，哎，不行，我要把这盘给它种上。长的羊，你看啊，还有中间一盘没有。对，你们补。行行行，那我不捣乱了啊。林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啊。我家小卖部来的人了是吧？是的。好，乡亲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千年的音乐家，乡村诗人东雨辉，will be on the show。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啊！当当当当当当，噔噔噔响树林儿，古地拉欧嘎，居住在这个屯。我等会儿再换，那儿现在又没有人嘛，是吧？那我先过去，他们一会儿过来，我再换。
哦，西这个村。好，大家看看这块流水啊！我跟你讲，这个水就是我们屯里种水稻的水，这水就是龙凤山水库啊。你看，多清澈，泉水啊，真清澈，像极了翠花的心啊。村子里面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啊。我们这儿种稻子都是这个水库的水，很干净。冬天呢，林子里下的雪，还有春天下的雨汇到一起，水库里常年都有水。水库流到这儿，差不多水的温度就恰到好处了，要不然水库里水太冰，对稻子生长不利。这个距离恰到好处，流到这儿它自己就热了，所以就正好种稻子。许多许多的山人，哎，淡淡的像树林儿，屋里那个，哎，就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个屯里唯一的诗歌南青年冬玉回家的产业。我为什么能够从容自由的写诗，是因为有人在负重前行啊。家里小卖部，这个小卖部已经成功的让我脱离了生活中的那些事儿啊。今天呢，我们小卖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屯种的大米，五常稻花香。稻花香二号，能看见吗？看不见，啥也看不见，啥也看不见。对，稻花香二号，你开始卖吧。让我去换个衣服，赶紧换一下。我身上出汗了，换一下，换一下，换一下。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让雨辉换个衣服啊。好，桌子小心倒了。好。下边呢，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稻花香。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小卖部啊！本人呢是本村第一个跑出去的，现在又回来了，第一个万元户啊！今天这身装扮啊，然后呢，我们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大米吧。不管是从早上的前半个小时的工厂给大家看了一下，然后还是到中午刚才在这儿插秧，整个的环节啊，给大家呢进行了一个展示。确实，在这一片土地上能够长出这样的大米，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品质也是非常的好。咱们今天呢，还有六千单现货。这六千单是那个七到八号现货的。这六千单之后的，咱们就预售了啊，各位朋友。所以咱们想快速拿到手的，现在赶快下单，咱们还有六千单。今天等于是有一个3块钱的一个优惠。是的啊，小黄车里还有其他的一些。米呢都是现磨的，也就这几天才给大家这个磨出来的啊，各位朋友。这是给大家介绍的咱们这个大米。昨天啊我们来的时候，在一路上我一直在感叹一个事情。我说这块地太平了，平的让我觉得都有点欺负人了。我说一个秦岭深山处走出来的，从小看到的一片又一片的连绵起伏的这种山脉，不知道山的外边是什么。那昨天在飞机上兴奋的从窗户看出去，飞机连飞5分钟的时间，一直是巨大的平原，然后俯望下去，看上像一面镜子一样，特别特别的平整啊。然后下来感觉到五常的这个天气气候也是非常的好，它的整个气脸太白了是吧，这是光照的啊。然后呢，它的